喂，幺妹，不要烧车子高头。妈的逼！杰森来的。好的，很辛苦老师。妈卖批了，谁接电话？喂，哪个？那是谁？老子卫生厅，老子吃饭了，交上我的屋头嘞。啥事？别慌，别慌，别慌，啥子鸭肉？啥子事？有个小姑娘来，老子小粉儿。哎，不要把他带过来，日妈，这不是开玩笑的喂，你不要把这种日妈吸毒过量的人带到我屋头来。妈，那是啊。我说你发誓了，吸毒过量。真的要死啊！我是。这些事你自己把他医院的你自己找个律师，管我劲儿事吗？这些事，丫儿，这不管我的事，你不要把这些马屁带到我屋头来，老子很劲儿烦这种。你发誓你用大哥大给老子打电话，我是，老子根本认劲儿没有，你不要过来，老子挂了喂，骚扰电话喂。你害怕你疯了吗？你在大哥大哥说的说的，不然你把车子放房子上来了，把脚带走。喂喂喂，你聋了吗？不要把这些马屁婆娘带我们屋头来。你哈屁！听我说，你想把这哪婆娘？你要把马上来是还来是啥个？晓得呀。如果老子跟他说，那得你不得死的，你就日烦了，那喊你马屁人把你砍死，你妈卖批。所以你马上搬，我把他搬进去，快点儿。把脚带走。我是你问的。行了行了，我接电话。从今儿啊，先别过来嘛。快点，赶紧老早吃饭，有点不接的。我是。快点快点快点，我在上十七。喂。尹道长，其实不叫尹道长，原名尹代军，就因为我只认识一个姓尹的尹志平，所以尹道长的外号就这样传开。4年过去了，他突然醒悟过来，于是开始每天练肌肉。他的目标是外鬼最令人胆寒的对手陈小波。小波除了力大无比之外，还有一个绝技 QQ 桌球，常常用一些花哨的杆法进球。如果实在打不赢，他还有杀手锏扯网线，让系统自动回到上一杆。小波即使在冬天也只穿一件衬衣。另一个让小波无法战胜的原因，是因为其他寝室里面的开关开阳台的灯，阳台的开关开厕所的灯，而他的寝室里面的开关开厕所的灯，阳台的开关开阳台的灯。怎么样？咋不？刚刚他说谁呀？啊？谁？在这里。考试呀？嗯，还不晓得，我还不想查成绩。道长天天都坚持练习，力量也越来越强大。一个月后，
道长选择与小波一战。1、2、3、4、5、6。汤迪，外号脱胎，平时喜欢收集牙刷，任何一把牙刷到他嘴里不到一个星期就会变成一朵菊花。刘庆，水瓶座，风一样的男子，水一样的性格，平时喜欢收集新海牌打火机，并把刚洗的袜子晾在西人吃方便面的饭盒上。他对艺术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喜欢用 DV 记录下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并善于发现生活中美好的事物，并被本片的导演成龙邀请去拍他计划了两年的电影《醉生梦死》。成龙的电影无资金、无剧本、无设备，没有人知道他要拍什么。两年前，当我还是大二的时候，我就在想，我毕业的时候要拍一部电影。这部电影的名字我很早就想好了，叫《醉生梦死》。我很早就想当一个导演，然后我的电影呢也提出了自己的三大理论。第一个理论是，所有的电影只要是开场的时候发生在车子上的，都是好看的电影。第二，所有的电影都是励志片。第三，现在想不起了，也忘记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只要你能看到我这里我录的这一段视频的时候，说明你是对电影很有品味的一个人。蒋片信有两大特点：一，他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将鼠标放在键盘上使用的人；二，即使高度近视也从来不戴眼镜。当然还有一些外省的能人异士。老子自身的英语新老子有语言天赋，比如说四川话，虽然有些傻逼在四川读了四年的大学，连四川话都不会说。老子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才喜欢这英语的。你看老子说四川话跟四川人有啥区别吗？有区别吗？你以为只有你们两个会说得好噻？你看我们大家都是外地人，居然能在这里用四川话交流，老子感到好骄傲。你们几个低调点行不行？哎，年纪不倒是伪的。我说嘛，那天你们学语言肯定要专门学一种口音噻，老子学的纯正的自贡哈。上这几个傻逼硬要说老子是自贡人。周弟，原名周汉生，我的爱对人生逼着我离开，最后知道真相的我眼泪掉下来。机械单调的呼吸，怪诞的口哨，和合成器失真的电声反馈，凝重的和弦段落，像冰冷一样的氛围渲染淋漓尽致。工业的绝对暴力变成了哥特的凄惨、稀薄，过往种种，现实种种，哀伤、绝望、悔恨，一切都随着音乐消散了。有时候，这个世界仿佛已不存在。这时候，这种感觉可以杀了我。爱情不是你想买，想买就能买。就算付出再多感情再买回不来，当初是你要分开，分开就分开。现Thank you.
男生喜欢在寝室干三件事：看片、打牌、打游戏。哎，波子，你看啊，你看，快！나는오늘벙쳐시대는데서나와이거뭐지이거日你妈的毛走谁毛走对对保单保单出了噻一乐飞起你干啥呢又看片儿呢我操有马没还不知道正在访问阶段访问有鸡巴看得痛意境情调懂不懂情鸡巴调你装逼是吧拖别那么多屁话拖醒醒想看哪看这我操道具我操你妈我这他妈反感的道具我操拖深有同感哦哟哎呦我操看片了经典的哦哇这动作真爽感觉都舒服呢爽鸡巴那么脏啊哎我昨天才洗了来给我吹吹你掏出来我就给你吹只要你敢给我跪下给爷子把嘴张大了哎呦你不掏出来我怎么给你弄你只要你拿出来我就只要你敢跪下把嘴张大了我马上就掏哎你们在干啥呢不知道军中看片是犯法的不行我要下来看一下你们到底要多到什么程度哇操入胶豆子看啥子豆子哎操好劲儿毛直接说罗雷好去陆地哎哥说好久喂了这个你们看整容给你带地给你养二哥请观众们拭目以待我说老婆来了我找不着了不要抓我找不着了尖罗香状态不好啊这个罗香你怕的人一直就是一个很叫沉默的选手哇罗香一直都很低调不像我们老皮嘛不是两边想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呀意思是我是拿不上不公平噻我是不是你一球迷突然冲了进来影响双方的节奏双方的我也觉得我职场现在很久没面子哎他锤子让我今儿发
啥？我是罗翔，你。哎呦，你我给你看刘博的，像吗？非常像，感觉。脏咋嘛就啊？
喂，大家把这个模拟哈，把这个模拟哈，真正的模拟哈。小四，嗯，打声的。这是很高兴能够打进决赛。其实这场比赛我也不是非常的兴奋，我觉得我们应该拿下来。其实现在也是，如今我的心态已经相当的平静，决赛好好打，我相信我们没有问题的。王潇，我是一个你从球迷来讲，那就是我们这两场比赛准备的状态根本没有我前两场准备认真，今天有点水，包括他的问话确实出的很多问题都是水的疲劳，他在困难也出有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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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kes the handoff, creeps to his right, gets to the 20, he's on the 30, takes the cut in, he comes back up the right sideline, breaks a third tackle, comes down to the 30, he's out of the 20, he's out of the 10, he's out of the 5, he's out of the end zone, touchdown, touchdown 49ers! 再播哇，爱你！你说你个没良心的！你看我眼睛都哭了。太猛了，终极版的这个是，终极版的哦，你也不能哇，好帅！决赛，我们来了，我们来了，还没早了吗？你心里面就不得不加油。喂，谁在呢？好，我马上来。我马上来。喂，哎，我马上就要到了，我已经到博物馆，快到六角了。好，好，好，马上，马上，马上。到快六中就是高级超级地方，他们。是不是啊？嗯，要吃啊。哎。哎，好好给你吃啊啊。啊。还有没有？还有。啊。还有没有？快走了。嗯，还有没有？嗯，吃了。好不好吃？好吃。给我吃一个。你把它吃完了。嗯，嗯，你都吃完了。嗯。你都不给我一个。嗯。哼，你是不喜欢我。嗯。就是。没有吗？就是。没有。你不给我留一个。我问你，你就吃了，你也没想过我。
不如我来喂你吃一个。喂嘛。好会啊，流氓！干啥子呢你？真的喂你吃。不跟亲了。好，真的喂你吃。好不好吃啊？好过。你的吃相好哈哦，来我给你照一张相。嗯，早上。喊个幺三。啊好。一二三。你做啥子嘛你？有病啊！不理你了。王力熊熊，我喜欢你。我不跟你吃饭。我他妈就喜欢你。我晚上来寝室看书。拜拜。哎，东西都他妈过桥了。有点像舒淇，嗯，反正看你是个中国人，是个讲韩国人，我是。我是，好时髦。我们并不美，我们太虚伪。这个有点，哎，不合适。你是吗？你说我们大学四年就那么浪费了？咋嘛？又不理我？哎，哥姐咋办嘛？找刘博。刘姐咋办？就刘博。范姐找刘博。哇。当男人和女人发生争吵的时候，最后一句话一定是从女人嘴中说出的。如果在这个时候男人胆敢再加一句话，那么这又是一场新的争吵的开始。如果在这个时候如果要说是哪个错，那么一定是男人错。如果这个时候要是没说哪个错，那么你要主动承认错误。如果说女的说了错，你要说了没有错。如果女的说你错，那么你就错。如果说女的说你没有错，那么你要主动承认你错。如果女的说你错，你又不承认你错，那么你就错。没有。你咋咋我？想都没想，你就说没看过。是没看过。但是你看都没看的嘛。那我这还先算了哈，仔细哈，我看一下哈。的确是没看吧？骗人。哎，胖没胖过分不清是吧？那你就是骗我的嘛，人家都说胖我嘞。那好嘛好，是胖了，胖了吧？哦，你咋就嫌我胖了嗦？哎，找没胖的人噻，你就是这样子，你就是就嫌弃我嘛？哎，说胖也不对，不胖也不对，你说的。哦，那你就是嫌我烦了是不是嘛？那行。就嫌我烦。没有啊。那嫌我烦，你找别的人噻。你听我说，你看着我眼睛，不管你胖还是高还是矮，当然一直瘦，在我心中永远都是你懂得清楚。这点东西难道阻碍得了我吗？你说的是，你拉的烦，对不对？不错，
不说，不说，不说。最近你是怎么了？可能我天生就是忧郁的人吧。冬季，夜幕早早地睁了眼睛，离去的背影渐渐消失了痕迹。收叶沉寂，正思残退的记忆，怎么都记不清。沉睡多好，又逃过了一天。十二月，多少个残留的不眠之夜，枕着幻想，闭着眼，风透窗吹过的感觉，像是有一种温柔拂过心间，歌声依旧缠绵，昨天的昨天，明天的明天，被夹在过去未来之间，离得太远，太远。你怎么不说话呀、啊？你让我说什么？你还好意思说？我叫你说了吗？你以为你是谁呀、啊？出尔反尔，见异思迁，过河拆桥，麻木不仁，四处留情，哗众取宠，长相畸形，笑容猥琐。你怎么又不说话了？我叫你说。你这种人狼心狗肺，花言巧语，阳奉阴违，谎话连篇，虚伪至极，卑鄙无耻。我选你的话，天打雷劈！不要让我再见到你。你在哪里、啊？滚过来，我要当面骂你。如果不相见，
便可不思念。如果不相见，便可不思念。你怎么知道他说什么？说来话长。说说看。我有一个朋友，他在2005年9月18日的那天喜欢上了一个女孩，那个女孩喜欢吃凤梨罐头，于是在2008年他买了一盒2010年10月14日才过期的凤梨罐头，准备在那天送给她。2年后当他再次想起这件事的时候，那盒凤梨罐头已经过期了。那天夜里他写了一首诗。是什么？风铃勾起的回忆，是被别离凄美的爱情。你默然离去，留我独自伤心。关于幸福的秘密，是被流放的相思雨，寥落几脸繁星。风吹皱的回忆，被束缚在岁月的相框里，终究渐行渐远，消失在梦里。请你走开好不好？我讨厌抽烟的男生。其实我已经戒了。其实你抽烟的时候还是蛮有味道的。你是第17个这样对我说的女孩，不过她们都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我喜欢的女生成熟中略带可爱，神秘中透着性感，外表冷漠，内心狂热。行了行了，我缺点哈，从节日那天订过来了。快点，赶紧让座吃饭，明儿补节的。快点，我得上十去。喂，啊，下起真大雨了，好恼火呀外头。啊，喂，哎，你不要急哈。好，我一定叫我去。这是个牌子，我锤子啊！你跑那么远，我都想失去。人家自留的人都是没人有福的嘛。锤子，你说自留的，你妈老子有个兄弟，我是不说的。他卖批玻璃装的飞虫，比老子还跑得起。不是人本来就没有过，锤子你把老子说，不是这资格纯纯不分过的。妈富商还是人家的，穿很多人才的。妈妈，比如说我就没这种。不是，那不是上海的吗？我想看到你喜欢的类型的男生。不晓得。我喜欢高点儿的，瘦点儿的，戴个框眼镜的，梳竹帽儿细长，最好有点硬。听到的那个男生，不要你跟我说洋的话，一般都是我说的。哪个说的？我也觉得，那都是我说，你讨厌。我家人我不是说你了吗？锤子说你快走，别声大声，那是高高的声音啊！还是你说自己不高，那是锤子，快走，快走！真娘吗？都是真吗？咋咋是？鸡巴鸡巴，快点儿！哎，快点儿！我能问你个问题吗？说。就是你喜欢啥子样子类型的男生吗？高点儿的。像我那么高的吗？嗯。还有呢？瘦点儿的。像我那么瘦的吗？嗯。还有呢？还有手指细长的。像我这么细长吗？你好，我叫陈龙，来自大四，刚刚获得了理工杯冠军，然后我寝室还有副黑框眼镜。对不起，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同学你好。你好。请问你有时间吗？有。那我可以接一下你的朋友吗？可以。同学你好。请问你有时间吗？要。嫁给我吧。那是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导体的？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哦，好，谢谢。不会。走廊的观唱书包放，走到房间外望，为香港买的书，一本名叫半导体盒，放在床边堆好多叠叠叠叠叠叠，我永远都想不到被我看书的你会要不再是不再有，现在已经看不到铁盒的钥匙孔，都是我看着他睡了好久好久好久，外围的规则包围了我，好暗好暗，铁盒的钥匙我找不到，是你给我的快乐，我很想记得，可是我记不得，为什么这样子，你拉着我说你有些犹豫，怎么这样子，雨还没停你就撑伞要走，已经习惯不去阻止你，过好一阵子你就会回来，理想中的爱情好像停不住那时间，为什么这样子，你看着我说你已经决定，我拉不住你，他的手应该比我更乱，铁盒的序变成了日记，变成了空气，也化成回忆，理想中的爱情好像抵不住那时间，所以你弃权，关上书包放，走到床头外望，回香港买的书，一本名叫半张铁盒，放在床边堆好多叠叠的切序，我永远都想不到陪我看着书的你会后不再是不再有，现在已经看不到铁盒的钥匙孔，偷了光看了修了好久好久好久，外围的回声包围了我，好暗好暗，铁盒的钥匙我找不到，放在糖果旁的是我很想回忆的甜，然而过滤了你和我沦落了谄媚，存在盒子里的是你给我的快乐，我很想记得，可是我记不得，为什么这样子，你拉着我说你有些犹豫，怎么这样子，雨还没停你就撑伞要走，已经习惯不去阻止你，过好一阵子你就会回来，理想中的爱情好像停不住那时间，为什么这样子，你拉着我说你有些犹豫，怎么这样子，雨还没停你就撑伞要走，已经习惯不去阻止你。两年前当我还是大二的时候，我就在想我毕业的时候要拍一部电影，这部电影的名字我很早就想好了，叫《醉生梦死》。我很早就想当一个导演，然后我的电影呢也提出了自己的三大理论。第一个理论是，所有的电影只要是开场的时候发生在车子上的，都是好看的电影。第二，所有的电影都是励志片。第三。现在想不起了，也忘记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了，只要你能看到我这里我录的这一段视频的时候，
说明你是对电影很有品味的一个人，因为一般人看到字幕就完了。在这里我想把这部电影献给我的外国语学院，献给2007级马上要毕业的同学们，还要把它献给我最亲爱的外国语足球队胡特波。今年我们获得了理工杯冠军，非常完美的收场。另外我还想把这部电影献给这些年来我喜欢过的但是不喜欢我的那些女生。最后我想把这部电影献给我自己，这部电影的名字叫《醉生梦死》。两年前当我还是大二的时候，我就在想我毕业的时候要拍一部电影，这部电影的名字我很早就想好了，叫《醉生梦死》。我很早就想当一个导演，然后我的电影呢也提出了自己的三大理论。第一个理论是所有的电影只要是开场的时候发生在车子上的都是好看的电影。第二，所有的电影都是励志片。第三，现在想不起了，也忘记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只要你能看到我这里我录的这一段视频的时候，说明你是对电影很有品味的一个人。因为一般人看到字幕就完了。在这里，我想把这部电影献给我的外国语学院，献给2007级马上要毕业的同学们，还要把它献给我最亲爱的外国语足球队胡特波。今年我们获得了理工杯冠军，非常完美的收场。另外我还想把这部电影献给这些年来我喜欢过的但是不喜欢我的那些女生。最后我想把这部电影献给我自己，这部电影的名字叫《醉生梦死》。